明天暗暝七点三五，咱厝咱人准时甲您相约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每拜二拜四的说法来，邀请您到阵来听发展镜，为您解析发疑哩。那伫今仔节目当中，咱要带大家去看案件是上啊是爱情的杀手。年轻的女子叫一岁囡仔，有我家两人突然失踪，半暝的一个电话，和家人喜忧参半。晚上太阳公正到黑，真是蛮丢嘛。在源于网顶的相识，一个叫爱情杀手的男子，导演了这一切。就是发现他一直在骗我们。敬请关注，上阿是爱情杀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请大家听我来说法。在2012年1月8日的暗暝啊，这是一个真普通的暗暝。但是呢，对咱这个山西温城李女士来说，这个暗暝啊并不普通。伊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呢，伊是哪听电话，哪在流目屎。那么这个电话是啥拍来？为什么伊一接到电话就如此伤心呢？拍来电话唔是别人啊。真是李女士的查某啊，叫做婷婷。婷婷已经失踪了整整三个月了，一直都无消息，一直加到今下日，终于才有了消息了。那么李女士的这个查某婷婷呢，今年才21岁，已经结婚一年几了，而且呢，佮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家，名号做贤贤。因一家三个人一直甲。大家官点出一个，李女士说：“三个月前的一日，这个婷婷的大家啊，突然间拍电话来。婷婷呢？我婷婷不是在家吗？就没有过来。婷婷的大家说，婷婷已经离开出来几多日了，而且是抱囡仔离开的。那么听说查某啊，甲外甥无看见了，那么李女士啊，就非常的着急。”伊马上哦就赶到婷婷的夫家，想要去问一个清楚的。我就是没谈，我孩子可是从你们家走的，他走的时候，我肯定是吵架走的，不是吵架孩子不会走的。婷婷带囡仔离开迄日啦，出来就因大家对嘞。意思啊，迄日早起，伊确实是因为一件小代志，甲婷婷哦，完了两句。然后呢，婷婷就提出要我倒去熬头了。娘妈，我那个我做人家做娘妈哇，娘我做我妈哇，人家给我包着就。因为婷婷每个月都会带囡仔，我倒去熬头去点柜的，所以啊，胡家人也就无在意了。那么三日以后啊，乡里那边呢，通知的统一要让囡仔拍预防针。那么因大家呀、就跟婷婷熬头拍电话。这时做，两家人才发现婷婷甲囡仔煞无看见。我打电话，电话打不通。一直关机关机。婷婷的电话拍不通，夫家的后头啊都非常的着急。但是呢，因感觉婷婷啊是无出过远门，佮带一个。无够一岁囡仔，那就算是受气、赌气离开家，应该也袂行真远。那么婷婷的丈夫小吴啊，当年在外口在拍工，为了唔让这小吴担心啊，两家老人啊，并无将这项代志啊讲一说。李氏呢，家己伫温城市区啊，下街来找。到西花园、南风广场、到雨都。全部都找遍了，大家人啊，几乎找遍了所有婷婷有可能去的所在，都是无消息。那么这母子两个人到底会去倒落啊？出来啊，就开始了有真多种个不好的猜想了。我还看过电视，我担心别人把女儿都害了。把女儿，我的把眼睛都哭了，都看不见了。你的婷婷的夫家、的新妇、侄孙，
都拍无去咯。大家啊，感觉这一切哦，都是因为家己脾气无好，甲新妇冤家造成的，所以啊，伊一时啊非常艰苦心。自话写不出，就一路你拿过就气不得服的，他写老子别可怜，我操，别气不得服的一天不吃。那么一日一日过去了，那么婷婷的母阿家始终都无一丝仔消息，一直到三个月以后，啊，就是在咱2012年一月八号，婷婷终于跟因老母拍了电话，这就是咱节目开头迄一幕。妈妈说你在什么地方？妈妈去找你。这边是。文喜是温霞区那边下属的另外一个县城，距离婷婷出来哦，也无20公里呢。那么知影这个查某情况以后啊，婷婷爸母啊，马上偷暗就赶过去。在咧文喜县的一个宾馆内面，因终于居家了离家三个月的婷婷。刚找到他，我又恨他，我又想打他，可我又舍不得。看到查某安全平安，李女士的心啊，才加减啊平静淡薄。但是呢，就在这个时阵，因发现外甥啊，却无在查某身边啊。你我也找到了，可是他问他还在哪里，他说他也不知道还在什么地方。做老母的不知道自己家去得了，那么这三个月，婷婷跟这天天都经历了什么呢？在这个老母的追问下底啊，婷婷终于说出了代志的经过。婷婷说。自从有了囡仔贤贤以后啊，伊就辞去了工作，那么伫厝内哦，伫咧专心的甲囡仔生活比较较单一。你照顾我不是带孩子吗？每天没事我就用手机上网聊天嘛，闲着没事干跟我聊天。去年五月份，伊伫网顶拨了一个网名号做“爱情杀手”的男性网友，两个人啊聊啊十分的投机。他联名，他告诉我他就是37岁，然后他告诉我就是说他没老婆嘛，然后他就说他叫王鹤。婷婷说，带囡仔本来就真辛苦，家己呢还佫经常因为生活中的小代志，那么佮大家啊闹淡薄矛盾，心内有野侪烦恼。你丈夫小五呢，当年伫外口伫拍工，家己佮丈夫交流是野少，所以啊野侪心内话无得说。那么在网顶聊天以后啊，这爱情杀手王虎啊，表现的上解人意，伊对婷婷啊十分的关心，这就让婷婷感觉真温暖。尤其是当伊知影这个网友王虎是温城人，甲家己生活在上一个县城时阵哦，啊就婷婷哦，佫较加了一份亲近感。伊啊，不知不觉的将野侪代志就讲这个王虎说。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啊，伊就将这个爱情杀手王虎啊，当作家己的知音咯。那么在网顶聊天聊几多个月以后啊，两个人就再见面咯。王虎这个人彬彬有礼，邓婷婷留了真好印象。之后两个人又过见几摆面，王虎啊请婷婷吃饭，有时做阿哥讲婷婷买点么小礼物。并且呢，经常带婷婷的囡仔做一下出去佚佗。那么看到王虎啊，不但对家己真照顾，而且对囡仔真有耐心。婷婷愈来愈感觉王虎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了。去年的10月4号，婷婷的大家因为小代志小可冤家，心情无好啊，所以啊，就又搁在网顶甲王虎说。王虎提出要带婷婷个囡仔去外口旅游，去散散心子。阿德，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嘛，说是心情不好可以出来。然后他就说是，那你出来的时候把小孩带上。王虎呢，阿德对坐来一只车，
是干那想过水，这个个汽车无方便，那么看到黄河抓新鲜，停停啊，也就无计心咯，就多干那就上车咯。他说是看他表哥吗？嗯，当时他不知道，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，然后到了那个山东，我才知道是去了山东了。停停是大约开了五点钟的车，人家到了目的地。那么然后啊，王浩啊就将伊母阿家两个带到家己一个朋友的厝来。当时住在他家里的那个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吗？不知道他名字，然后就在他那住了几十，住了十几天嘛，在他家待了十几天。到了山东以后，因为水土不服，囡仔有淡薄发烧，那么王浩啊就让囡仔买药，阿个带囡仔去医院看病，这顿婷婷啊真感动。那么在山东的十几日啦。因为跟大家在躲起，婷婷呢一直无跟厝内人联系。然后有一日，王虎突然间提出有代志，要带婷婷啊，要倒去温城，并且呢，说将囡仔先放在山东。他就说是，孩子先让别人抱一抱，然后说是，家里有事嘛，过几天再把孩子带回来。然后他当时怎么跟你说？你就是同意先回陕西的吗？心里有没有怀疑啊？没有，婷婷说，因为当时囡仔身体不好啊，确实啊，无适合坐花久的车去山西。而且呢，王浩甲伊说，只是将囡仔暂时放了两日，办了代志就马上回到来。想到来的路途啊，并无算远，那么加上家己啊，对这个王浩的这个信任嘛，婷婷啊也就答应，随甲伊回到去温城了。去运城的时候安排到一个旅社嘛，然后安排到那里让我在那里安迪和婷婷以后，王浩说自己有代志要先去处理，这啊就离开了。那么离开开了以后，有时阵啊，佫会讲婷婷送点和谐费佮帮助。王浩呢一直唔提，佫去找囡仔这样代志，一直说他有事，就一直往后推着，一直说是。然后过一段时间把孩子接过，一直这样说着，然后往后推着。婷婷说，家己也就出门，啊，搞不清楚王浩的朋友出来具体地址，而且呢，伊手内无啥物钱能做路费，所以啊，只能目嘟嘟的等王浩带家己去见囡仔。每天都想着孩子吗？每天睡不着，吃不饭，都一直想着孩子吗？那么日子啊，一日一日的过去。婷婷现在非常的着急，规卖甲王浩冤家，最后两个人贴破面，王浩啊终于答应伊。第二日就去找囡仔，但是呢，就伫第二日，婷婷怎啊都联系袂到这个王浩了。嗯，我给他打电话了，手机一直关机着，打不通。婷婷赶紧上网通个 QQ 联络，但是呢，王浩一直无上线。那么就安尼啊，婷婷啊。找袂到王浩，但是最重要是家己囡仔还佫伫王浩迄搭，那么即要怎啊办？那么婷婷有法能找到这个号做王浩的人无？有法能找到家己的家无？好，感谢收看这期的说法，本节目啊由金刚市司法局联合制作，下期节目咱再见。金刚电视台蓝处蓝人与金刚市司法局联合制作法制节目说法。拜里拜戏，敬请关注。蓝处蓝人，蓝处的线8563300。行吧行吧，我等你看上好物件，你搞好物件，这是啥物啊？哈哈，老爹花的演唱会门票。好哥，你可是真白货啦，无？我顶几日咯，也是说要去来去烧一张啦，连买买无啊，确实卖了咯。啊，你一张去倒落解啊？嘿嘿，阮亲戚干嘛买？亲戚干嘛买啊？有法人。疼我无？疼你！疼我疼我！啊，你也无了唔知，刘德华是我的偶像，是我的粉丝啦。你是
是伊的婚事啦。哦，是我是伊的婚事。哈嘞，哈嘞，我老查某也未晓婚，未晓婚啦。哦，安尼是我是伊的婚事哦。啊，你啊，伊是我的偶像咯。哈哈嘞，得啦。啊，你要跟我烫一张。啊，这个安尼，咱无啥。什么无啥弄啊？袂啦，袂啦。烫无啊俩。啊，无看你做有生意啊，算咯啊。烫了就烫了啊！九百六，九百六，来。哈！九百六。哈！九斤薄啊！你会说大袂啦？咋？因为哦，闽南我做几啊去抢哦，去抢哦。你九百六。你来，你来看下先。这张门票你看卖，第一排搁第一号，最好的位置，你知影？唔，看好，已经九百六已经真优惠咯。你唔得。有影啦，有影啦，是未歹啦，是贴啦。唔九百六。太贵了啦！无钱先，啊，无钱啦！无钱，啦，搞天婆啊！你看我红钱太无咯，歹派我伫阮厝内，啊是财政部丢咧啦！有钱啊，有钱就好，有钱钱摕来啊！唔过有法啦，啊，安尼这无啦？安尼啥？分期付款啊！哇，变咯，搁分期付款。红青妈，你是说你是咧买门票啦，唔是咧买车、买房，搁学人分期付款？啊，你要怎分法？你说来听一摆叫吼。分法啊，无安尼，我做十二期分哦。你看咱拢计，咱这往开银行卡，你勿知甲伊说买电视啊，做十二期，你落什么买相机啊，十二期买手机十二期。啊，我买门票，按做十二期落去取你咯。啊，一期哦，头期哦，九百六，头期九百六，啊，头一期就先付你四十，搁落去才逐个月哦，付你十二期四十块。四十块啊，红钱嘛，你有算大无哈？哪会算大？啊，四十先去十二，四十十二。哦，排泄，光算煞这么大，安尼算算来算得六十啊？六十？我变红钱吗？你是想说我无读册要乌话，不是啊？是八十才对哦。哦，八十哦，安尼好势，就算八十，我也是唔。笑，那种买门票，搁人分期付款，搁人笑死。要现钱出来啊？唔，我要家己来。我大鼎公众安尼 QQ 六六，我平常常看到哦，人会误会，排泄。无安尼啦，你较假较假啦，唔知清楚。无安尼我哦，你三日一丢门口，干嘛客咧三日？我来去收钱，收来再来家己买。三日？啊，算了，三日就三日咯，三日吼，三日长的时间，三日过时就无等吼。三日，真是哦，有一人惊死，无一人惊无米。我看，啊，这九百人，我若该付出去，阮阿爸唔就去食西北饭啊？就是一人办法看趁钱无？阮阿爸哦，伊说咧卖喙齿，啊，我一排喙齿啊，搁发好势，来去收风险发个六贵个，咱来去甲九千八换彩票。我唔叫，唔是彩票，是话门票留得话啦。啊，我哦，也是着随讲袂，对个公布哩。观众朋友，咱这个秘密是叫做失去凡心，袂对啊，就是鬼哩，只鬼分子的鬼哩啦。唔知恁有猜到无？咱这个秘密是叫做一点不见，当然是猜一个哩。如果恁若是猜到话哦，就赶紧拍阮的电话，85633003来共分析。赶紧来猜！看咱今仔顶面，咱就来看下昨日的幸运观众是谁啊？你来自金钟的张春莹，手机号是2566。感謝你的這個參與，你將確定由龍背景提供的養生茶一份，萬代龍特產大禮包一份。好啦，咱今天節目就跟大家結束了，咱的節目收播時間啦是每日暗暝的7:35，您可以訂閱我的網站觀看我的節目，明仔同一時間再見。这里是。